早上我老公煎的煎饺，起锅巴了，好多油啊！昨天晚上喝了一杯那个奶茶，然后晚上没怎么睡好。我感觉我每次只要晚上喝奶茶的话，就会影响睡眠，挺香的。我早上吃的少，一般晚上胃口最好。晚上吃的最多。上班去了，有没有好一点？感觉还不是这样，嗓子。你那天说那个腊肉炒白菜好吃，吃不吃了？不吃。那出去吃。吃烧烤。吃烧烤。今天我女儿从学校回来了，今天晚上就不做饭了，一家人出去吃。小可爱，好了没有啊？好厉害呀！那女人是个九十一，我的妈呀，神！七十八，七十八，对呀。哎呦，享受这个待遇啊！要不要来烤鱼了？不吃。嗯。我想吃冻梨，又没吃过冻梨的。什么东西？冻梨。算了，到时候自己冻一个吧。这个我看一下，它大鱿鱼，大约15元每条。鸭肠，鸭肠又什么的？好的呀。可以。我不对，我不吃了。这是我的。尝尝去。我的不冰的，没上气，没关系吃。你不吃炒年糕吗？哎呀，烤年糕。不吃。我来一串。味道还行。味道还行，就有点咸。你不是喜欢重口味吗？不用蘸料，蘸料更咸了。然后蘸点辣椒粉啊。嗯，有点辣，已经有点辣味了。再蘸。我需要添加一个甜汤，一个咸汤。我一开始还去盛一点，后面都懒得去盛了，根本捞不到料。有没有水果？没有水果，天天就喝饮料。不是还点了羊肉吗？这是羊肉，这牛肉。这个里脊肉，无肉香肠。我跟他说，我问他能不能，这个是不是自助的，能不能就是小兔都能拿到，他说可以，我就说那我拿两串啊，也不多，我就这么说。然后那大叔就说你等我吃完再拿，我说哎呀，我说我现在拿正好啊，我说我拿两串啊，因为我拿起来已经，然后他就跟我说算了算了，拿完直接告诉人家啊，就这样。对呀，那些两串蛮辣的，刚刚要微辣就好了，你说要中辣，上台再进，吃微辣吃啥呀？香芋地瓜丸，吃呀。羊肉串好吃。怎么样？好吃。烫吗？有点烫，要吃辣的，又吃烫的。香芋地瓜丸好吃，尝一个，真的蛮好吃的。我那天在那个做海底捞吃那个大牛奶，口感
这不错。烧烤来的热乎的，怎么全上荤呢？不是点了素的吗？他这个小串多着爽。我还小串吃着爽。这个荤吃的太容易饱了，活得饱了。我看人吃鸭好像怎么吃的。上的还是荤呢，我等素的上来。板筋不吃啊，这是牛板筋，来一个，我来一个。很认识，他卡的有点紧。这是白的呢，这素的。这羊肉牛肉我不吃了，赶紧把这个吃了，这是冷的不好。这个好吃一点，热的好吃一点。那么喜欢吃鸭肠啊，可以。点多了，吃不下了，还有菜没上呢。把这个也吃。那个十全十出的来。哇，这可以切一下吗？啥？皮，它皮连最后面的皮。这个你是这样那个，一撕撕的那个。吃饱，好饱呀！我这本来吃这个就快吃不下了。你不是说猪脚好吃吗？好吃，还有呢。那个猪脚吃这么大一两，不大吧？大签子、小签子，还铁签子。不要，我不要粉丝。啊，我都吃不下了，还弄粉丝给我，少一点啊，一点点，尝尝味道就行了，我吃不下了。哦，不，好好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不要蒜蓉。好。你怎么呀？今天休息会呀？真会吃，一口塞。